不能吃，不能吃。出去，没有，出去。你不能吃，出去。打好了。朱鑫弄的，我让他不要吃，他非要弄。朱鑫说喝一瓶水就够了。他说他喝一瓶水就够了。葱花油，芝麻酱，蒜。我说喝水开下胃口。我，对，就是他，真是他。希望大家可以多给我吃一点，希望大家懂事一点，懂事一点，懂事。收到一个，收到一反馈。都好，这种肯定吃不下。我都还盒饭，很好，七七八八。豆汁很好喝，甜的。对，豆汁很好喝，甜的。对，豆汁是甜的。我以为它比豆浆酸，没想到它比豆浆甜。你一定要吃长豆汁，我豆浆差不多的东西。因为看到豆汁的确是表面上网络上说它不好喝，其实很好喝。你都一人一瓶。我你喝完了，喝了一口吐了一半。太甜了，太腻了。在宿舍里说话小心一点。好，还真讲。怎么讲？沉默是金。回去真讲。多玩游戏少说话，多玩游戏少说话，多看手机少说话，最好在卧室里面打游戏。实在不行可以用锻炼来规避这些东西。我昨天晚上回去就他做俯卧撑，我做单手俯卧撑。哦，你做一个，你还能做单手俯卧撑？我真的做。你去前面做一个。你问他我昨天是不是？哇，我真的可以。你来来来，无数个，我都数不过来了。无数个在那下棋，下一会儿。我一般一只手只能做两个，但是他做的那个俯卧撑级别很低，我认为。但是我如果做几掌俯卧撑，我能做到他趴下。谁先趴下，谁就不要吃这顿锅。谁先趴下，谁就喝水。谁先趴下，谁就吃一块鸡胸肉的东西。哇哇！我相信周迅先倒下。我觉得他们俩同时倒下。我跟你比个体。我那个是标准。我那个是机长。好，来，看谁做的多呀。准备。压我倒下，多看手机少说话。七百，碾压，还有个七百，碾压。他其实就比我少做一个，真的。可是单手我没很少做，很少做，做过吗？就刚刚做过，刚才做。你应该现在应该用他的技能嘲讽一下他了。哦，我数个，这走廊会赢的，我怎么？做好，做好，做好。好，对，就是我们跑下。就是人不可貌相，就是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就是真的和朱志新相比。骑行巴黎。这里有一位顶级赛车手，昨天晚上骑行巴黎。我、哦、那个就是你可以在我们二楼直接骑到巴黎，法国巴黎，法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甚至美国也行，就是全世界都可以，只要你想在哪里骑就可以在哪里骑。对。
昨天真的凉着，就不动了。太饿了，太饿了。都可以，都可以，那就苦瓜加小龙虾。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肠胃不舒服。下一个不是我吗？我知道，我跟你说，很可能是我呀。啥？十？十？他不能和我说话呀。啊、哦！我是木头人，我是木头人。OK， 到你了。五，是什么？照相机还是摄影机？憋着呀、啊！憋着呀！憋着呀！二。便利店里有什么？刷子、鸡腿、酱油、矿泉水、人、牙刷、桌子、钱、拖鞋、头发、方便面、沐浴露、氮气、门锁、螺丝刀、漱口水、钱、牙刷、小龙虾。他抢了。小龙虾，他抢了，他抢了。那就是小苏是第一个说是茶的，然后呢就是小苏说吃一个苦瓜加一个虾，哎，这个惩罚真是太轻了。吞壳，吞壳。这个惩罚太轻了。太轻了，太轻了。你所有吃的？哎呀，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苦瓜。不是，你还给自己加惩罚呀？我感觉那个好难吃啊，我得。哈哈哈哈哈哈！哦吼！你壳都吃了？对。玉涵回答我问题了，我不说到十吗？不是，你还给自己加惩罚呀？我还不能跟他说话呀？他没说呀？说啊？说完了？咋是啊？他抽到不久就说了一句。两个苦瓜片加一个小龙虾，还有小一点的。哎呀，哎呀看，哎呀看起的哇，哎呀哇爽哇，这么算吗？舒适。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的钳子来了。Thank you.
哇，我最吃不了苦瓜了。敢吃苦瓜？来点甜的，来点甜的，来来来。哇！我弄会儿。四。OK。一。二。四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太快了吧！听一下小猪的惩罚内容。柠檬柠檬柠檬啊，那柠檬加苦瓜吧。柠檬加苦瓜，说不定就给它中和了。两个柠檬，啊，两个柠檬加一片苦瓜。不要苦瓜。嚼的时候加点醋。嚼的时候加摄影机，他一直嚼。我之前有想过，但是感觉要那种更狠的惩罚才能用这玩意儿，比如说什么后空翻的时候。不是，就干嚼。一起。肯定是一起啊。你嘴塞得下吗？他你塞得下。哇，好吃。哇。哇，干啥东西？耳朵都红了，上劲儿了，上劲儿了，给喷出来，难以下咽。这苦瓜真的有股很奇妙的味道，苦的，吞不下去感觉。咀嚼十五秒吧，这太狠了吧。还没到，我这都要吐了。还在回味啊。就是我感觉我吞不下去，但后面有点适应了。想当年哥也是一个大帅哥，只是岁月无情他摧残了我，哥的心里永远是最美的。来，现在是到那个黄硕了。六六勾是前面还是后面？旁边。旁左边。左边黄硕受惩罚。嘿，人家初来乍到就吃个苦瓜吧，吃一个苦瓜就行，一片一片一片。一箱苦瓜在哪儿？对。哦，一片儿苦瓜。苦瓜表面风平浪静，内心波涛汹涌。苦瓜是苦的，但生活是甜的。哇，升华了主题。哇哇！洗下牌，展示一下我的洗牌技术。没少打牌呀、啊，你。九，九。哇哇，阎王爷呀、啊！
不是，我就是最近有点生病了，我说可能完不成你的惩罚。你这样吧，就是、我不，我教训他。看在我们这么久的兄弟情分上，你把你的手，哇、哦！你这样，我待会儿要超级加倍了。OK， 就我的要求是，用一片苦瓜包一个柠檬，然后就是醋咽下去。好。OK，OK， 你这再来点儿，哎，来一点儿。他是国王还是你是国王？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一片苦瓜，好，一点柠檬，差不多了。啊，不是，这来一个柠檬。没有问题啊，你说的是一片柠檬，一片苦瓜，这不是一片吗？喝吧。好、哦，哇，来，真男人，好吧，口水开始滑落。哇、啊，哇、哦，哇、哦哦，不是这个醋，这个醋总要比这个食物要先行一步，它这个滚不到我的嘴巴里来。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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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幸好没带那个面头哦，差点，哇，差点，哇，炸裂，我可以再来一碗，你再吐一碗差不多，来。神之右手，九，他出老千儿，六，这是六，这是九，六，我说这是九，这是九，六，来来来，九，哇，啊，吃饭前，好兄弟，好兄弟，可以。让它装起来了，酒啊！我要瞧一眼，看谁最嚼，平时看谁。要不你吧，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这什么？你反应一会儿，我给你点时间反应一会儿。这啥呀？他呀他呀！真的是猎人！昨天没跟我说有猎人，真的。放牛五十了。真心话。抽个谁不好？抽了他。他说他有真心话。真心话也是。请谈谈你对完美爱情的看法与立场。啊，不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没有资格谈论。首先是这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事情，第二件事就是我没有经历过。认真，大冒险呐、啊，大冒险。哎呀，嗯。张俊豪表情怎么逐渐变态呀、啊？笑容越来越灿烂。送一件你身上携带的物品给在座任何一位玩家做礼物。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啊？我身上能有什么吗？袜子都行。我就这件东西，我怎么送啊？把一根头发送给别人。把根头发也可以啊。哎呀，不行，拔子太痛了。那就先送一只鞋子给张泽宇吧。啊，因为他们是现在是室友的嘛。张泽宇被你暴露呀？不是，每天上学带着。那应该送给不是和我一起住的呀。很真诚。这么快啊？就收下了吧。哎，不对，要不送个鞋带吧？对，鞋垫儿。哎呀！
我觉得可以，很可以。没有，我随便组再抽一张。又是九，又是九，六，六，十六，六。哇，现在场上只三台照相机。又着了，又着了，又着了。漱口水，配蚝油，配花生酱，好，然后再配柠檬、苦瓜，漱口漱一分钟。这个 ，nice， 就这？哎呀，刚才你也是这么说的，来漱。哇！一分钟，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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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没请到我喊摄影机呢，挺不住了，这也太猛了，我都想吐了，要不算了，算了吧，要不算了吧。还要再挑战吗？通透，不是，哇，就是本来我可以憋着点气，然后不让那些难闻的味儿进入到我的这个腔体里面，但是那个什么那个漱口水一进去，哇，又咸又酸，又呛，在短短30秒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下去，好，最近你只需要点一个键。今天做这个操，现在人气都没有嗨。松哥，明天你要来较早吗？我暂时没听到这个安排。隔壁，不是他，而且明天拍摄也不知道几点起来、啊。左边啊，左边。左边什么？哇，左边是同行。同行。六，他们在里头放啥？他们在放笨小孩，不是笨小孩，胖小孩。道理学不会，在背后偷偷抹眼泪。
这里有树枝。你之前就是在这儿撞的吗？就在这儿。就案发第一现场是吧？不是，我一个住三楼的，就是一个住二楼的。你觉得这个房间怎么样？非常耐的。我有浴缸啊。浴缸泡澡吗？我吓到了。有多大？有这么大呀。嗯，刚刚不是泡水吗？不知道。很高兴。哦。应该是。你是想找我的吗？嗯，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从昆凌那里？毛哥之前，毛哥，你要不要？老毛，毛哥，哇，这个，谁吗？毛哥，哇，看着毛哥，哎呀，这个监控看着有点压抑，是吧？哇，这个柜子，有点东西啊，那、这个。啊，你们住这儿？你们在拍吗？啊。你们在拍啊？你们这其实跟上面差不多。还有浴缸。就是有点脏。差不多。啊，这怎么擦？啊？擦我们这都是一人，我说一说对擦。走了，走了，星儿，上哪儿？看这个程序回来。走这就是酒店封的床吗？不反呢。好。好了。洗完了。啊。这么快？我给你们先回来几分钟吧。你洗澡了吗？洗了。他都不能洗澡。刚刚说了，他都只能洗澡，不能卸妆。只能洗澡，不能卸妆。我都没懂。洗完了，洗澡。哎，为什么我拖鞋没了呀？全方位无死角。
地方拍不到我床，拍得到没上过电视。这里面拍得到我床，很神奇吗？我也觉得很神奇。谁问你了？谁打你了？怎么了？都神奇了。哎，说是现在总是想了很多，我只是对还是错？哎呀，干啥呀？拍摄也不好意思，显摆喽。一会儿要被踩，你睡什么睡？谁呀？别笑，别慌张。那我还不是可以洗？终于回来了，干嘛呀？要等你吗？要等你吗？开过去，再开回来，再接过我们过来。你咋这来不了这个？我是忙不了的，要不然你看吧 you know， 这是 I know， I know， 你害怕？你我就写了个头，没有过来。谁要卸妆？知道了。没见。
呀，哎，没洗澡啊！哎呀，不要上火，我坐一下。没洗澡，你妈太忙了。哎，怎么是我的秤啊？我昨天称的时候，你的，昨天你睡着了，所以说我没有还回去，要不然我怕吵到你了。好的。好高啊这个。玉龟。玉龟呢去跟玉龟走。石家。滚灯。帮你关。睡觉。乖。不睡。多少时间睡。哎呀，你没洗澡，不要上我啊！没事干。你怎么知道我没事干？我就是没事干。你给我找个事干。这是不是站急了吗？我急，对。我睡这个，你睡或者是你睡，没有卸妆。你睡这个吗？没有洗澡，不要在我的床上。好，你真的是，我真无语了。你是搞这个床单是你自己选的吗？不是，就是随机的。随机的？谁会自己选床单呀？我不是于雨涵那种，人家美少女战士的床单。那你爱睡哪睡哪，我不管，反正今天这个床是我的。对。你知道我柜子里的东西吗？打开。你先去洗个手。走，我们俩一起去洗个手。可以，我先去开了啊。别，来，要认真的洗手。来，像我这样，搓搓手心，搓搓手背，交叉搓手，洗洗手腕。待会儿看的东西要是不能正经，一个手指头，两个手指头，三个手指头，一定要洗干净。2000 years later. 我要揭晓了，这什么？这什么？你说帅不帅吗？我的李世民，这什么？等一下，哦，小心他的裤子。不是李世民前辈，不是李世民大祖宗，李世民伟人。对，请参观一下新来的兄弟的房间。厕所，我要厕所。
片呢。Welcome， 欢迎你，这里将是你接下来的新家。希望你在北京的生活温暖，变得开心。继续加油。烦恼与柴草海，烦恼与担忧牌 ，It's not fair。You did your time。How much longer will you suffer in this life? But don't give up, just hold on tight. It'll be alright.有一种那种感觉，就可能之前就在想什么时候，然后呢，现在又来了，然后其实又感觉。一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吧，感觉。首先当时有点惊讶，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因为其实都是我们认识的人，对，因为确实有很长时间就是也没有见了，感觉也比就熟悉陌生的感觉吧，有点惊讶，因为其实我跟他是在一个学校里面的，其实是一个班的，其实就之前上学的时候就只能惊讶吧，其实我感觉我们都在竞争。然后呢，就是我感觉还好吧，因为其实今天也是第一天，就第一天，就是这么时间，然后第一次就见面嘛，就感觉变化呢，就感觉有一点陌生，然后呢，但是 也知道他是谁，然后呢，就感觉他也可能更成熟一点，更成熟了吧，稳重一点了，感觉更惊讶一点。因为其实他之前也是就我们师弟吧，就四代弟弟们，因为我们之前也见过嘛，然后确实这个是更惊讶的，就是我们对他是非常了解，然后呢可能现在也不知道，我觉得其实谁来反都要竞争，就是竞争就好，就是在想，我觉得肯定尽我自己所能，然后呢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接下来呢就准备放松一下，然后等会儿去卸个妆，因为还没有卸妆，拜拜。抓紧时间好好训练，提升才艺，增长人气，争取出道，就说的这么几点，对，铭记于心就好了。没什么想法，虽然我也不知道，就反正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嘛，反正这么多人，我没别的想法吧，可能就是很久没见面了，因为他也是歌单嘛，然后可能之后应该合作的机会会很多，慢慢磨合嘛，你之前也合作过，那毕竟很久没见了，说不担心那是不可能的，毕竟听说洪硕不是也是 唱歌好一点，对，压力给到我这不可能不紧张啊，可能也是一开始就听说名字的，就是一开始在四代里可能也算比较熟悉，但是他可能不是很熟悉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应该是熟悉我们，就反正没怎么交流过，就是我不是很了解他到底是什么实力，我只是听说就是他和我差不多，就是唱歌相对来说好一点，就只知道他定位是个什么，就是可能是个偏 vocal 一点，具体可能还得后面再说吧，我还应该有什么多的想法。就是为了出道，那不就是增长才艺、增长人气，然后争取出道吗？顺利完成演唱会，取得 battle 的胜利。没想什么，可以说长也可以说短，不可以说长，但是不可能说短。也没想啥，就是有点紧张，不知道，很紧张，但心跳很快，就说话都感觉都说不出口。下午的时候我在可能就是在手机上看到了有些信息，对，就是在说这些是邓稼行还有洪硕他们要来，网上在说，然后我就大概知道了 OK 的，我觉得平时也没有怎么见过面的，也就是只是可能就见过几面吧，我说是，然后现在要加入我们有点紧张，因为
对，有点紧张，反正就感觉只是紧张。不存在，因为绝对力量，绝对力量，绝对实力，好不好？就是感觉特别紧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说话。当时我在想，他怎么能说话呢？我说 ，Hello， 还是你好，要不要接什么？就是 Hello， 我就是做。当时我想怎么说话，说要不要说什么？我年16岁那种，就感觉就是不是很熟，感觉慌说，就是会有点尴尬，也感觉有点生疏。不存在，绝对力量，好不好？有啥想的嘛？大晚上的想那些干嘛？不是，那想的有什么用呢？准备去洗个澡，然后看我还困不困。困的话就耍一会儿，拜拜。就我感觉，还有一年就能看到自己到底能奋斗成什么样子了，还是有点激动的。其实我一直是那种心态，我觉得如果告诉我后天要考试，那我觉得现在就考了吧，因为你期待一个东西。等待的时间就感觉度秒如年，但是等到了那一刻呢，就觉得前面的等待是值得的，因为没有办法加快时间啊。我就觉得都说还有一年了，还要加入新成员，挺没想到的。我觉得我的悲观和乐观同时存在的，就是上一秒悲观的下一秒可能又乐观了，所以说我觉得看书也是一种学习。我就是没想到呗，怎么回来了。我就觉得可能他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一些转折吧，回到这里有他自己的理由，没仔细观察。我认为只要进来这个就是竞争，也是没有想到，因为是新成员，结果来的全是这的面孔。他会弹钢琴，然后好像声乐也蛮厉害的，然后也学过舞蹈。我觉得他来到这里会是一个当上竞争对手的对手。看书，沉淀。适度思考有益，过度思考有害。冷静，看看书。如果告诉我不用采访了，我就睡觉了。因为现在还有整整一年嘛，然后感觉就是每天，然后呢就是见过很多次舞台，一年的中要做很多事情。那就是你这么想的话，它也不是很短。我是觉得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可能就是有一种动力吧，一种也是一种就是小的压力，我有一种紧迫感。对，我之前还没有这种感觉。然后直到今天才有这种感觉。就是邓佳欣嘛，他之前也是跟我们一起训练，但是呢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跟我们一起训练。然后今天他来的时候呢，因为很久没见了，可能还是要就是适应大家互相就是适应一下。很久没有一起训练了嘛，然后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他，我也是觉得他就是一直也没有放弃，也是挺不容易的。我刚才下课的时候我还在就是当时，因为如果是以前的话，就是可能他比较稍微就是外向一些吧，然后可能到今天下课的时候，我看他也没怎么说话，就是可能感觉就是一下子成熟了很多。肯定就是这个竞争是每个人之间都存在的。对于我自个人而言哈，我不想把这个竞争放在这个首位，可能是我以前就是可能把它放到首位，然后呢，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会比较，很容易就是。急躁然后就浮躁，就是还是自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得自己有一个节奏嘛。他自己的优点，然后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擅长的地方，可能大家就是竞争呢，可能就是互相学习，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感觉之前只见过可能两三次吧，一两次吧。当时可能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我们有一次就是彩排的时候，当时他们也进来跟我们一起看我们，然后之前也对他好像有一点点了解，就是听说他也就是会唱歌跳舞，然后弹钢琴，然后也会一些编曲吧，感觉跟我挺像的。有肯定还是有的，但是呢先做好自己的，然后再互相吸收别人的好优点。我对这个竞争的这个词在我的理解，你也不能说就是因为李总他给我们开了一个会之后我回来就是我要特别的紧张，就是说糟了，一年之后就要出道了，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我好慌，我慌张，我焦虑，也不是说这种，毕竟都第六年了嘛，再扛一年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是不是？所以也不要把这一年就是看得想得太多么的困难。其实我觉得都能坚持走了六年，这一年为什么不行？要来又去洗个澡，卸个妆。如果要是回来的早的话，我就稍微练一下琴。今天回来太晚了，有点困了今天。然后就睡觉。
我感觉明天可能要起早，所以今天早点休息。拜拜。啊，现在心情很好。对，刚遇到了一些不可预测的事情，不好，比如很难受，等了八年应该还没快了，应该就快七年了，应该是。然后出道那天应该是差不多快八年，就是感觉竞争变大了，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很那个吧，因为那个时候估计也没有想这么多。然后这个时候他说的很正式，然后又是这么多人，然后肯定觉得竞争变大了，就是感觉突然看到一个老朋友，然后就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是因为很久没见，也不是很久没见，就是很久没在一起相处过了，然后现在他又回来了，就是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可能因为太久没有就是一起相处了，还没有说过话，肯定每个人都有竞争，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能松懈，虽然可能他就是他跟我竞争的领域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就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这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也不是很熟，就反正他也是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有什么想法就是保持初心，哎，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可能这一年可能要累一点，但是肯定这一年也是最重要的一年，所以说要认真对待这一年，可能这一年就是熬过去了，后面可能要好点。如果这一年失败了，但是后面估计调整心态需要一些时间，时间过去了一段时间可能就不会太有很负面的影响了，但是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调，就感觉那种很难受，就还不如这一年就是过得稍微苦一点。我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打算，就除了这个唱跳，因为这个是每个人必须会的技能嘛，但是如果要达到那个出道水准，肯定还是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作品才行。可能有点空白吧，可能想法要再消化消化才会有，第一次知道的时候肯定意外啊，就是当时可能不太懂吧，就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就会突然变成三个人，可能我不知道是想回到最初的感觉还是什么的意思，但反正多两个人可能更有看点吧，多两个人，多两个队友和对手吧，更加新的地方，因为我感觉就长变了吧，也很久没见了，感觉跟之前长得不一样，然后呢感觉他性格也突然变了，感觉他变得很客气，可能也是太陌生了，我呢说话也很正式很正规，就感觉挺陌生的吧，对这个人第一次加入我们这个集体吧，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挺腼腆的吧，一进来脸突然就红了，我的动作也变得很拘谨，我还不太了解他俩，可能还没有特别了解，还不知道他俩的方向跟我是一样的，如果一样的话应该就会有竞争，就想着日常怎么去训练那一块，就想着其他的也不能太多去想，想多了之后心情就会很荡，想多了也不好，想少了也不好，想少了就没有紧张感了，想多了就容易自闭了，因为下个月是舞台嘛，先准备把舞台的东西给做好，就把自己那部分先给钻研钻研，打磨打磨，先给演唱会一个交代吧，短期的吧，这算长期的，先把这个月过完了再继续。想法其实没什么太多想法，反正就是看自己嘛，看自己当天是如何的状态，因为我作为现在的我来说，我不可能去说未来的我到底会怎么样，这是一个不符合逻辑性的东西吧，因为你现在说去预测未来那没必要，我就觉得还不如活在当下，把每天该做的事做好了就行了。面临出道其实还是有点紧张，就虽然说不去预测未来，但不是说不害怕未来，就还是会去担心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啊，出道了会怎么样啊，没出道会怎么样，最担心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就围绕着我的脑子一直转，其他的都还好，我对这个阵容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13个人，也还好吧，多一个少一个其实和
能作为对手来说也没太大的所谓，作为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些所谓的，就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以两种不同的心态去看待吧，保持警惕，但也不松懈自己，时刻做好准备打响第一场战役。第一反应肯定是警惕啊，说因为开始就是十一个人嘛，十一个人，然后多了两个人，这不得警惕起来，然后还有就是慌张，或者说掺杂一些欢迎，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处境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呢对于新来的肯定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的就是放松心态，然后迎接就是每一场硬仗。第一个计划肯定是跟着公司的计划走，第二个计划就是看如果我这一年里面如果自己有想做的就先大胆的提出来，然后再去做吧，因为对于现在我来说我还不知道就是自己怎么说，也不是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该干什么，就主要是对于这个时间点我不知道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也算是一种走一步看一步吧，就随机应变顺其自然。就觉得感觉时间感觉看起来还有一年，但其实也没多长时间了。没什么看法，诧异，都挺诧异的，或许有或许没有，看看心态吧。不知道，我主要是你现在突然问我这么多，脑子已经不转了。好，拜拜。在得知哈，那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我也不知道这后续的发展是怎么样的，是吧？自己我感觉也再加把劲儿，努把力吧，因为十三个人嘛，人很多，是因为时间不多了，大家肯定也要努力，也要就是要去进步。觉得我也不能就是落下太多，我然后尽量的去赶超，尽量的去努力。对，当时不是分宿舍嘛，我不知道就是有不认识的人，是吧？当时住一楼，其实还挺抗拒的，就觉得都不认识，挺尴尬的，碰面还，这其实这件事回来有点惊喜吧，当然。每个人都存在竞争嘛，黄硕呀，当时看到他这些不是不欢迎，其实挺欢迎的，就是觉得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吧，是吧？来我们大家肯定都欢迎，也是鼓励我们一起进步。而且我觉得就是来可以就是促进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时间也紧迫了。就是四代的弟弟们，其实很多都了解过，吃饭的时候挺活泼的。当然，就是。每个人就是来我感觉我都就是鞭策我使我进步，我觉得我不能那太消极了，就觉得什么可能比不过别人呀什么的，还是得稍微使把劲儿，然后这几天也努力练习一下，我想增点肥，想跳舞有力量一点，然后框架再大一点，然后唱歌把我实时集卡呀，然后就是喉外肌其实有时候也会使很多劲儿这种，然后在位置的转换呀之类的再熟悉再提升，然后再往上走。加油。挺惊讶的，因为来的太突然了嘛，也没有时间做好准备，然后就很惊讶，就感觉那些认为很遥远的，也不是很遥远嘛，就是没有具体性的一些东西突然就跑到眼前，然后就是带给我的冲击感挺大的，然后再就是一些惊讶吧，更多的还是惊讶。又见面了，觉得他变高了，然后性格嘛跟之前变化不大，但是感觉更成熟了一些，肯定是会有，因为我跟他都是唱歌的嘛，都是属于歌单一类的，但是我更希望是我们两个在竞争中进步。因为之前没有怎么很了解过黄硕这个弟弟，但是看起来的话还挺不错的，就是整个人性格呢比较温和，我比较喜欢，或多或少都会有。听说他是会编曲对吧，还有钢琴，也是跟那个邓哥是一样的，其实挺紧张的，因为我感觉这个时间吧马上就要到来了，这个紧张的时候也不能老是坐在屋里然后讲吧，肯定要做出一些放松的娱乐方式，目前感觉挺好的，挺凉快，然后床睡着还挺舒服，洗澡了，我要睡觉了。
好，辛苦了，拜拜。嗯，变化倒是没法变化，因为来之前就说了嘛，就是两种情况，一个是尴尬，一个是他们会给我打招呼，两个都占了，把该做的做了呗，尽自己最大努力呗。想法开始了，又是新的一个开始，还蛮亲切的吧。就比如小苏当时在吃麻辣烫的时候，当时那个锅离我稍微有点远，他就问了几次，他说我能不能夹得到，就是见面不吵离开不哭的那种心态吧。就是像哥们之间不就这样吗？现在男生之间都是好久没见面了，也就不就也不也不是说什么抱一个什么什么一个，然后走的时候也不会哭哭丧丧的，就是来的时候就来了，走的时候就走了，反正就这样。其实跟之前蛮像的，也没有太多的反应，就是觉得该开始做事情了，就上课呀，练习呀，早点休息护肤呀，反正听他们说准有些东西反正正好他们需要，送出去的会反馈可能比预期要高一点。感觉时间比较短，然后只能抓紧努力，心里也是比较忐忑的，就是大家一起团结一心，然后去展现一个好的现场。今天感觉是一开始是很紧张的，没进去之前，然后后面就慢慢放松了。当时心里面就是怕没介绍好自己，然后怕自己结巴。我当时在想见到师兄们的什么反应，就怕自己没有说好话，就是脸部比较发烫，感觉就是特别的紧张在介绍的时候。目前呢就是跟队友们好好相处，然后尽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这个机会，目标当然就是争取到这个名额，然后呢将自己各方面的才艺都提升到一个比较好的层次。拜拜。霸王喝药啥子来给生活比个耶。不是我起来都没洗脸说呀，我是给他洗脸说呀。哈哈人家是头重脚轻，他是脚重头轻。晚上可开心了，我觉得我妈妈妈就感觉一起床就有人教我怎么上厕所。赶紧把床上交给我。